那你明知道球板不能碰，你为什么要碰？那我现在是比较没有在碰了，我现在完全没有在赌了。啊，你是不是你现在没有在赌？因为你是上头，你当然没有在赌啊。我当然知道啊，哦、我现在越少了，因为顺成我原本5-6个，我现在剩一个。然后嘞？啊，就我自己也知道不能碰，所以我就慢慢在收手了。你收手这件事情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要收手了，你收到现在才收手，我也太晚了吧？我已经收到剩一个了。这个一定要慢慢收，你不能一开始给人家全部都推掉了。啊，你是球员，你为什么要玩球板？我问你啊，我之前就有问你过吧。我刚开始我不知道球板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有问你。哦，因为我还没来打球就接触这块东西了。可是不是啊，重点是你是球员，那你等于说你在操控比赛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都没有，我后来都没有用啊。你后来都没有用，可是你还是当版主啊。那我版主又没有在用台湾的，所以嘞，就用碰球啊。我会给你看单子啊！你给我看单子干嘛？我又看不懂球板。因为你不相信我，我这个月我就。你的话能信？哇，天要下红雨了。